我听说过那个是小海青春啊，他们现在已经变胖了，不建议吧？而且看得出他对这个游戏更改新版嘛，然后如果在旧版的话，他实力可能不一定会赢到，或者拿赢他，因为他用的角色都是上一个版本，对新版真的也不太玩的少，大家非常费劲，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些。还是最后说老女孩中发有中完的哇哎你接不来我忘了这玩这游戏那不会吧对那还是黑板我有两个还是他们黑板的那还有那个朋友，他的哥哥，他会玩，但是他一组去八年的时候，他有接风了，以后他不玩，哦，他玩，他充准价嘛在，丢了人不少，在他充准价嘛的，都是了解，对我感觉是很好，你们我们过来这里是你们还欢迎我们，都谢谢你们，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欢迎啦。免费鼓励老母子咯，让任何一个屌乜佢可以准我十二号，加油加油加油！因为说到底都是培养新一代，培养新一代做高手。我玩了，龙哥跟我十二号，是有点不敢，我一下子我没有想到问什么刚才，然后突然想起来，不好意思。好，我来了，我来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是问什么窝啊！现在肥还是二 P 啊？一看那个肚子啊，一黑一白。是啊，窝追不到三四哦，没有留意怎么失误了。啊，看看肥孩子能不能啊保持我们中巴友谊啊？嗯，哦，我估计别人是保持的，不是肥孩保持。啊，不过应该没太大悬念，肥孩应该是，不一定哦。对手还有一个角色，某人没了没了。太久没玩了。啊，肥孩说太久没玩，的确。最近不知道玩什么去。我说实话，真的第一天来的时候，他的水平是我感觉是中等的，在广州。但后面看到赢的首领，还有一些啊，真的觉得很不错。他把一些走掉啊，王妹。哦，冇啊！阿达，方方面来买几支水，买几支水俾你。妈，系就农夫山泉，系，来帮帮手。因为在打，而且在说，所以刚比分错了啊，不好意思啊。哇，又拿出五分我能解。还好啦，你唔惯啫，萝卜同 K 一样咁啫嘛。啊，我知道，我知道。有没有掉价？激情啊嘛，简单啲咯，就连。哇，他们不知道来不来，他是工作顺便来的，如果他们直接来可能不会来，因为机票太贵了。谁的呢？侯静，没死原来。哇，屌你啱用完嘅啫。肥孩说遥感延迟啊，等一下让肥孩回家拿一个吧。
我没有破坏啊，其实应该抢到的。你怎么 kill 那么慢的嘞？这个要注意些。Round four, ready, go！哇，他把这些角色的那种牵制发挥的真的很好。哦，哦哟，重拳就能破了这一下。中奖没有这么多，不是啊，新版小孩的罗伯特跟 K 不习惯，这些人很正常。我0-2，好，换 Q 五。我一开始没关系，输一下。我们北海岛市的尿性都是先进，先干为敬啊，就是先输几把，没所谓，先让对手敌继续。不是新版跟新版跟旧版不同啊，不是说水很多，因为没有怎么打新版，我也有点不太习惯新版。你看我也掉招，老是掉招。我小孩主力是不习惯啊，这几个还是跟之前差不多，除了血量少一点。哦，我们这里也有 Q 哦。其实我的角色打游历，我一开始也是老是被捅，后面我发现他有个缺陷，我跳的话他不了我连装，他捅我一下最多或者捅都不一定捅到我，然后就被我打。是啊，我发现一个问题，所以我老是跳压，而且我草跳压他也很难受哦，所以后面就打顺了。水哥不方便露脸，水哥在后面已经露了，我下面露了而已，可能你们看不到。小哥，水哥下面太小了，所以你们看不到，太小了，不对吗？死了，为什么不打死？这小必杀也死啊！啊，谢今天的皮皮虾。有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省气啊，打利奥娜之类，拿四个气用两个，我觉得很正常。新版 K， 哎，我要练一下，真的很不熟 K， 我也老是这样。
すぐ楽にしてやる。不过我觉得他很怕八神，就是我八神手里只要有气我基本都赢了，所以他挺怕八神。我这一下有点尴尬，刚哇好疼啊，全省气啊。其实我觉得先用没什么了，你点都放个 Q B 先啦，二话不说。唔系啊，普通必杀必我用三个炮噶。你使唔使？点都一样啫嘛。啊！匪盗开斋啦，破蛋啦！哎呀，系咪好快咧？我打得，我发现我打得好快啊！你说刚才一个小时，我感觉不用一个小时。OK OK。I can give you the... 风风啊，快风风啊，哎呀，哎呀，哦 you want to say? 哦 OK OK, but many people can say here. 哎呀，有一个国外有人也坐在这里了，你太好了。You can say English, you can. I don't know English. My English is so bad. If people can speak English, can answer your question.你们可以打英文，我看看他懂不懂。找个打啫，所以。系啊，系，系啊，我都唔惯，系系冇错，唔系而家识解，系唔错啊，打得好闷晕啦，但呢个游戏本身就简单，你要劲难喎，就打得唔够细，但就咁难，牵制住你好烦喎。すぐ楽にしてよ。 You understand the English? Okay, not first. Okay, you see the English. 我不知道他看不看得懂啊。我太不知道我理的角色打他好很多，对吧？雷克逊，你不要这样。就是他说话太小声了，他是有点没办法了。哎呀，我忘记叫他大声一点怎么读。SB 的 High Music。 他的意思是说他英文也不是很好。 OK OK
他走了，他英文也不是很好，他意思只能默默的离开。我也，他刚才讲，导师，啊，1-3，1-3，我 English 是很一般，是吧？但我觉得一般就够了，不用这么溜，对不对？我也没有牛肉干啊，刚有一个就英文比较好了。如果他不急着走，等一下打完了找他们聊一下。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打完马上走，因为他们明天要去上海做贸易，可能上海不知道看直播有没有阿拉伯语，巴基斯坦就说阿拉伯语。就是上海的朋友可以找一下，可以联系我，问问他要不要找一些上海的玩家玩一下，到时候可以，到时候可以找一些上海的朋友看看。我的英文只有2级，3级都没有，因为我记得好像没有3级。看有没有小伙伴是上海的，如果想找他们玩，我到时候帮你联系一下他。宰哥说英文绝对把那个中巴友谊破裂，也可能让他来解说，来翻译。More loader, loader。没有3级，我记得只有2级，我只好考了2级。第一次导师的骷髅逼到火舞出来了，红兵是打9级的，不要骗我。那不好意思了，这没什么好的。我发现有时候走前头挺恐怖的。哇，这个 B， 这个5B 点到真的没办法。哇，不过他角色打失联真的太可以这样接了。哇，丢，多伤啊！这一下，这一下750吧，至少。太过分了，他妈中巴友谊绝对断裂了，打这么疼，他妈这个这样才好看吗？这样核弹都没有这么伤，我觉得送你一颗核弹是不是这样？好，2-3，啊，3-2。太过分了，我觉得应该先留一百血，先让核弹飞在空中先，这么快坐机就不好了。我也觉得八体有人对这个失联好像不太看得懂。我问他英文，他跟我说巴语怎么办？啊，还唔够时间？系冇乜时间啊？抢食啊，抢食啊！怎么样？做咩啊？咁算唔算啊？唔系3-2啊嘛，都系 3-2 Member select。
要这样吗？是这样的吗？别人这样的样子，可能大智若愚也是这样的。你看，好像一些泰国一些，其实所谓他们供奉的一些比较信仰的一些，我也不知道是人还是神还是鬼啊，都是差不多样子的。而且我跟你说啊，你看肥鸭很胖啊，但肥还在他面前很渺小，我跟你说。所以肥还一开始也不敢赢，就是这样的原因。啊，还是3-2啊！我不知道刚才中途发生什么事情。我可能是他哦，改成抢食啊！现在可能是时间的问题，还是怎样？也可能现在赢3把，可能还抢食还有7把啊，数目就少一点。这样就容易赢啊，还是游历打先锋啊。这对局的话还好，我觉得不会很难，双方的啊，一个950血，一个900，哦，升龙，其实反而脚是疼一点的。太想下顿拳了他。哦，天星是不是托反眼啊？你个好明显不是脆弱啊，那个位应该得技，可能想过反斗技跟着犹豫了啊。给他们造铁路这样啊，哎呀，我觉得别人男的年龄是秘密啊，不能随意问的。死了应该。凌晨2点。北村款了吧？嘎了。知道小孩。然后我说现在是肥孩，不是小孩了。现在。那个是他哥哥发的，我明显不识打斯良，对斯良的打看不懂。哇，靓了一下，我觉得就算现在啊，斯良打那个，哇，可以这一下，斯良打利奥娜还是。瑞士，喂，重几难唔到反斗拳啊嘛？拉唔拉到啊？也不是说无脑了，中国可能就觉得他们国家跟中国差不多啊。他刚才跟我说，他们国家玩拳皇的很多，比我们格斗家这边的还要多，但现在这个亨尼啊的水平是在8，他们国家最强的。我觉得火舞打他挺好打，打他的角色跟打法，刚有几把都是靠啊，八神的说错了，都是靠八神翻盘。不是他来过这边看的，他来过我们格斗家嘛，然后我们这边现在也10多个人了，但他说他们玩的那里玩的人比我们这边更多，就是巴基斯坦打格斗的很多，但那个亨尼已经是其中最强的一个，对了，哦，我怎么？果然八神还是很给力啊，没关系啊，
啊，三比三啊！因为他问了，因为他问啊，他问 ET。ET 认识他，因为我们国内啊，大陆人玩那些推特啊、Facebook 啊少，然后他也是打格斗的，以前可能 EVO 的时候啊，有那个 ET 的联系方式啊，然后 ET 再找我们，然后挖的了，是用手柄吗？哦，哇，这中拳好远啊！系咯，这里的吧，小伙，那就是我的了。中上已经中上了 Top 5应该可以了，首领跟一天都是给他，所以暂时我跟小虎赢，小孩还没打完，水鱼那天比赛是赢的了，但抢十抢十二我不清楚了，在中等偏上，哇、哦，他九百五，开始。不是，拳五也是二项吗？哇，刚那一下可以抢的，可能他真的不知道。单叶反而屌是可以抢一下，哇、哦，哎呦，那一下可能叶才够远，肥多了。反到该反到叶该行啦，很秀连段啊，但没有成功。也不是说秀，我母后不能。问他呢？更新了四个角色的确。哇，好过分，好过分的，这个要蹲拔呢。防叶脚，这一下可以防叶拳吗？是啊，我也知道刚才。好，八神。有八神手底，我觉得很放心的打十四五的，有这种感觉。北海也是啊，所以刚才八神翻了几把，挺好的。哦，这一枪为什么会中？哦，晕我。四比三。小比是小孩。咪要咁咩？跳线咩？跳唔喐嘅最跳矮个跳线。啊，拳王跳线打唔到你行，打咗连唔到招呢度。我试过，系喎，应该揾个我哋拳王跳线跳啊，揿跟住再打。
跳过嚟揿掣，跟住最跳一次打人。我一跳过去后最前跳。啊！没有换人，还是依然。换了、哭了，内战吗呀？其实最主要还是失联了、因为我真的感觉他可能没有打过失联。可以啊，可以啊，绝对可以啊，无人欢迎。刚那个会说中文的发帖过来了，人家来，那你坐这边。能看到吧？能看到吧？来说普通话吧，说普通话最好啊！这位就是会中文的，啊，不用看到我了，只要看到他。Yes, thank you. Yeah. 有人说有 fan， 对，有 fan。Okay, I have a.八点啊，真的八点，这拼音啊，不是。My friend, yeah, it's my friend. He comes from Pakistan. Yeah, he have a also manufacture in Pakistan. 糟糕了，糟糕了。Manufacture in Pakistan. Yeah, manufacture the company is factory name is Standard Aluminium. Standard Aluminium. Aluminium. Louis Chan, Louis Chan, Louis Chan.就是铝啊，那个是铝，铝枪的，铝枪，铝枪。Yeah, but he is, yeah, he likes a very, very much like the play game, play video game. But he's, yeah, but he is only Pakistan is 1 hour every day, 1 hour, half hour is playing. But he like them every day, but one hour, because he's busy in the factory.So his brother, his old brother is younger. Yeah. Yeah. He's just only his age is 33. So he like come to China. He's very happy.In nice to meet you all his friends. Yeah, and you all is very nice. Thank you. You all give ours a very too much respect. So I'm very happy, very happy. Yes. So inshallah, I hope so. He will go Pakistan and next time come. So have too much time, but no, he have the short time. Yes, only is 15 days for business tour. Yeah, business tour. 讲中文啊，你讲中文啊。Just like play the game, video game.说中文吧，说中文都懂。这个人算半个汉奸，我们说的，就是我担心他破坏我们中巴友谊，就不要让他说英文。你可以说中文，我们都懂；说英文，我们可能很多人不懂。突然，哪个可能是哪个？有可能是某个国家的间谍呀、啊。所以我不要让他说英文好了、是对不对？我们是八铁，八铁，对。OK， 他是33岁，对，他是很喜欢是吧？那个是游戏，对，他是多是对，我们很高兴认识你们，你们多给我们很多面子，谢谢你们。哎，谢谢。他是八点有一单，他是巴基斯坦那边的，每天都有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玩。你知道那边吗？他们就是正常巴基斯坦那边，而且是做绿茶的，绿茶的，对。我们再来佛山那边，佛山那边是买货拿货订货，佛山那边，对，佛山那边是订货，然后在巴基斯坦那边去做，对，有那个是门母门旁边的那个，在巴基斯坦只有佛山的来这里买材料，然后买做那个模具。昆山、木屐说那个是佛山那边，
人模式，对，人模式呀。很多强的都有买，然后去巴基斯坦那边做。他们的巴基斯坦有工厂，说名字英文名就是 Standard Aluminium。普通对普通话是标研的标研工厂。那标研铝标研铝枪。啊，标这个是标研这个 Standard。Yeah, Standard 就是标研。标准对，就巴基斯坦来中国大概多久？来广州？他们现在是有机动的飞机就关，就是发生五个半小时，但是五个半小时，但是他们在转机过来那个泰国 Thailand 转机到广州，差不多四个多小时。若五个小时是你？在广州机动的，以前没有，现在有机动的，就是个 Shaheen Airlines 就是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除了最多玩的游戏啊，格斗游戏是哪个？迪巴吗？拉哈尔还是卡拉奇最大的？但是巴基斯坦很多地方都有。就玩拳皇十四多吗？还是迪巴五？迪巴五多。就是 Fighter Five 多。Fighter 多。对。买街霸多是吧？街霸多啊。街霸多还是拳皇？差不多的，差不多。是主要打哪个游戏？就是最多的拳皇哪个游戏？就是吧，看刚才看那个，就是这个。这个最多。对，最多。比中国要好。对，中国最多九七。九七。知道拳皇九七吗 ？The King of Fighter 97吗？我没有见过，但是真正来的就是。你没有见过？对，因为我不会玩。那个东西不好的。我还是非法的。那个是毒品，对不对？那个是 poison。对。但是我还是可以玩，两个还是会玩。你两个还是会玩？拳皇九七吗？他们在。哇。他们别人玩的更多，还是非法。两个，一个是二岁，一个是十一岁。一个是二岁，对，十一岁。十一岁，对。然后你们是住在韶关。韶关。广东省。广东省韶关市，对，四公里。好。四公里，南京四公里。四公里。四公里。那个是地方，那个。那个地方叫四公里。南京好听。韶关有很多野味，很多。还有当就是当地风味的，是。恭喜你啊，娶了一个韶关妻。韶关老婆是韶关。叫不叫？凤岩，我老婆是新疆，是凤岩那边的。韶关凤岩。都差不多啊，我云浮的。他是韶镇来的，那个新疆。不是啊，他的这个位置啊，他可能很多人听不到你说话，这样可能听清楚，刚刚离得有点远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想听我们聊天，对他们打就没什么兴趣的，所以每次有国人啊，外国有人来，我们都喜欢这样互动。对，我也是很高兴来这里认识你们。对啊，很多啊，这个观看直播的人都是很八卦的，大八卦这样，就是啊，很喜欢凑热闹啊，或者听有什么趣味的事情，是，所以看游戏老是看没什么意义，他们觉得，对，所以他还是比较想了解一下，就是那边的游戏氛围的。像我们打这样打德国的，好像一个城市啊，我不知道你知道广州有多大，就好像类似一个广州这样，我们整个广州有十五个吧，是这个城市，不知道你们整一个城市大概有多少人吗？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好几个人，但是不清楚。有多少个人？因为在国内，我们广州已经玩的最多了，只有十多个而已。十多个而已。然后整个中国玩的其实很少，只是广州这边的氛围相对比较好一点。对，可能很多人来到广州啊，看到我们这边的氛围很好，都以为中国的这个游戏的氛围很好，都被欺骗了。那我走了。好 ，OK， 拜拜大家。OK， 拜拜。等一下打完，看看有时间，再找他们一起聊吧。
像有点焦灼啊。不过我刚才也是差不多这个比分，然后连续赢了600、700。好，过来蹭人气啊！过来蹭人气啊！汉奸过来蹭人气啊！拜拜拜拜，朋友。好，汉奸过来了，半个汉奸。好，我知道这个巴铁他是过来搞这个女才工厂，看来对面也是一个富二代啊，这个行业应该是巴铁富二代啊。看来对面他33岁，然后他是年轻的那个弟弟，他哥哥应该是厂长，然后他应该是副厂长类似吧，类似吧。公牛队长是吧？对。好，我们都忘了看比赛，光顾着吹牛啊！哇，这下心脚好有勇气啊！我知道，但一般你也不敢，你也不敢掏得下来。我晕我呀！哎，我今天本来是准备好香槟过来看那个大口输的，结果他居然翻盘了，不科学！中间就一直。哎，我走散步的时候，刚开始是为了中巴友谊放放风。好，友谊大使啊，不是那个屎壳郎那个屎，屎壳郎那个屎。反正后面还有很多把，你什么？哦，可以。他不是 Green Tea 啊，老兄。Ninja Gaiden 他不是 Green Tea 啊，他是做铝材啊，铝材，他不是 Green Tea， 他是那个铝材料铝材工厂。对，中巴友谊干杯啊！我操，老实说巴基斯坦在哪里啊？我还真不知道。是啊，刚才嘴哥啊已经有一个小时没有说话了。哦，离迪拜伤心了一个小时，看到我赢。啊，迪又看到大口赢哦，很失望，非常失望。他妈的，第一局看到我输，马上过来。我看第一盘看到他被一挑三，挺开心啊。我就说啊，要打大口脸啊。嘴哥他妈，如果我输了，嘴哥微博、微信、Facebook、推特。啊，所有啊，能推广啊，推广中巴友谊的。对啊，我在 Facebook 那里说啊，大口正在被吊打，都会正在被这个 Honey， 是 Honey 吧？在吊打。幸好我让嘴哥失望了。新疆的西边，看到嘴哥这么不开心，我真的太爽了。啊，对，刚开始我不听不懂啊，什么铝合金没听懂。我知道，我做铝材的都、真的富二代呀，有钱，比较有钱，所以才每天都有一个小时时间练习这个拳皇十四啊，不是开玩笑的。好，据说刚刚，好，以后叫他巴铝吧，不要巴铁了，他叫巴铝，他是巴铝啊。不是，他媳妇是南美人，他不是南美人啊，不是韶关吗？他老婆是韶关的，他在韶关那里买了房子，他是住在中国的，就刚才跟我们说话那个居民，可能谁呀、啊、还出老了，他不是南美的，他是巴基斯坦，巴吕。巴铁表示手柄已经都是汗，好，以后叫他，哇，怎么会是汗呢？我觉得导师现在状况不是太好，也就刚好平局啊。导师是控风，导师前辈们上辈子可能是一个篮球中间控场比较厉害，控场，然后那个三分球说进就进，说不进就不进，问你怕不怕？哇，这个确认，虽然确认到有反应有意识，但是手跟不上。哪个中这么伤吗？没有修正，没修正，难怪这么伤。好，专掏下盘。好，六比五。我再想。My K 弱咗，仔哥问他认不认识 Guilty， 他怎么会认得 Guilty 呢？
他不会认得 Guilty 啊？屌你私人劲啦，梗系讲嘢啦。拳法有何方？导师是一个演员。打收招 K 打到轻嘅烂唔到招啊，六比五，靓仔六。一阵你哋可以，如果想打短盘咧，喂，手令。如果你想复测咧，我一阵问一下佢。喂，手令，一阵打个短盘啦，抢衫嗰啲啊。赢唔到啊，手令。首领赢不到啊！好，我们都是说首领赢不了，首领会被人家闷臭。我开始被闷。我靠 ，perfect！ 好，完美哥来了，完美哥来了，完美哥来了。仔哥问问他认不认识格斗家第一猛虎威王？肯定不认识啊，他又不打街霸，怎么会认识是吧？第一猛虎。好，现在导师在导师徒弟阿国正在底下被吊打，被那个流氓的那个拳手不断的锤啊。好，库拉内战，昨天首领就是打这个内战十打九输啊。哇，导师怒喷，哇。听得见啊，导师不输没有盒饭吃。重伤，好了，导师表示现在骂人都要用 Cantonese 啊，都要说广东话了。对，芝加哥公牛啊，大魔王 KYO， 没有，他不认识，除了中国人，谁会那么好？刚刚有人污蔑我啊。他说赵楠就刚刚一赛 N 啊，因为被我呛了几句然后就走掉了。然后其实不是这样的，我问他人呢怎么不在俱乐部打十四，然后他说他回了我，他说马上回来了，刚才有事出去一下。好，他们说一赛 N 出去买刀啊，过来格斗家滴滴砍人啊，过来滴滴砍人啊。哇，好，导师在自己自言自语骂自己啊，说我为什么要铲过去干嘛呀，很火的格斗家猛虎。我觉得新版 Andy 挺强的。对，我觉得 Andy 可以练一个，其实我正在收集材料看看这个版本哪三个角色是最赖的，然后我就玩那三个角色。库拉啦，挡单风比。好，他们让我练库拉，练那个冰女啊。库拉红丸 Andy 我觉得挺好。安迪啊，简单方便，对于手残的仔哥来说 ，N 我手不残，我手好得很。好，看来我已经学会了那个什么，看来我要用库拉，还有红丸，还有安迪啊，这三个角色不错，像这样的民工最适合我。刚你现在是12-6啊。哦，哇，连招！我靠，完美哥表示我口，你看飞机仔都会聊天，直播效果。对对对，没办法，没办法。霸屏的没办法，那个位置。然后大口表示，他说我是汉奸啊，没办法。因为刚才，好，刚刚肥孩都笑了，肥孩表示，刚才仔哥沉默了很久，然后现在让他装逼也需要的。我丢那个公公吧，对我他妈已经沦为手残了。问问八铁兄弟他们喜不喜欢不知火舞这个角色吗？他现在在打游戏，待会赛后给他来个采访吧。对呀，待会赛后给他来个采访。是啊，我觉得 Andy 好像蛮厉害，尤其是他那个跳跃，他的跳跃攻击非常不错。对，我换了那个芝加哥公牛队 Andy 的波若。哇 ，Andy 的波又没有一个波强，除了他老婆，你懂的，你懂的。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 Honey 的这个库拉用的不错，老实说。好，导师立刻喷我了，他说
妈的，对面那个库拉没有赢过。啊，不过导师这个闷嗨一般都是玩这个库拉起家的，在玩这个库拉起家的。哪个应该用大猪那一堆那脸，然后再加一个干衣是最好的，最理想。直接本体有 buff 啊？什么？东莞阿仙奴？我应该去练偏门的人物，主流角色不够他们来的，未必未必。不过好像有点难赢啊，这个库拉内战。好，导师又在那里秀优越感了，他说他说 Honey， 但 Honey 的那个库拉打那个谁，打首领可是一打一个准啊。好，北岛实力点评，他说他的库拉没有动过，被打了动不了。恐龙啊，这一座还是万金油觉醒，对，真的是万金油啊，只是少了血。然后我也觉得我也蛮适合用万金油。哦，导师说血少而已。哇，这么伤的，好像这角色不错哦，我回去查一下连招啊。然后真正实时比赛我就可以用了这个毛嗨队。有组队？没有组队啊。我要是恐龙。什么恐龙适合我？恐龙厉害吗？是啊。什么？好，大家都说恐龙改版以后还可以哦。我打一些人还是没得打。不过他们说打一些人还是没得打。是吗？来，死了吗？戴眼镜的是我口吗？我口当然那么帅是吧？这么烂？哎，你一下跳正脚是最大范围打力圈。啊，除了八神的百合折，好，他们说除了八神的百合折可以跟那个恐龙的跳逆向攻击媲美啊。恐龙更厉害吗？好，那个罗小虎他说恐龙的那个体积更大，判定更强。怎么样？就不断摸了，摸到就300多，慢慢摸。哇，这个前跳。清泉这么烂啊？穿白衣服的是大口吗？我操，两个都是白衣服啊！好，直接，刚刚那个肥岛是在那里踢背吗？上下上下上下，怎么回事？这是要破坏刚刚大口苦心建立的那个中巴友谊吗？哎呀！八神游戏好恐怖，对，我觉得八神好恐怖啊，真的摸到随便摸到一个轻脚就是被打几，对对对，被打几套没关系啊，摸个轻脚只要不死啊，只要不死就有机会翻盘啊。这个角色很坑啊，跟那个街霸五的那个 Ibuki 差不多啊。街霸五那个 Ibuki 就是不管他有多少血，只要没有死有 VT 有能量就可以翻盘啊。好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洗礼魔力豆夜拐瓜，前倾脚吗？哇，神之力回！哇，这有点打酒吧的风范啊！要是前天打陈文俊有这个发挥的话就好了。最赖嗰个防波，系啊，防波正反到正兜啊，系。糖葫芦缺点还是手短。防波掟嗰个炸噶喎，夜葵花唔可以用咩？夜葵花直接掟个炸鸡啦，他又不打街霸五，他又不打街霸五，打街霸五我就上啊，巴铁在摸头了，有点。巴铁用换了一个角色吗？换了个八神，应该。Why you change to Iori？、哦、他很紧张、哎。算了，不要跟他说话，他现在很紧张。何
很火的，你这样问人，妈的，突然老是听到有个死胖子老是叫我的名字，哎呀，好烦啊，老是听到我的名字出现。仔哥如何火中立魂？我不会火中立魂，那个你要问乌猫啊。火力安娜放第一个好吗？没有资源打不出什么太大伤，也是放第一啊。不过他可能觉得库拉内战没有什么希望啊。导师那个库拉用的还是比较狗的，你可以看见，进可攻退可守，然后打的又龟，然后他导师还没有用下重拳啊，如果用了下重拳就不得了了。哎，好像放先锋有奇效哦，放先锋有奇效哦。哇，好大胆的无限前前啊，前前拉了不松手。养生龙出错了，养生龙啊。夜防到我某灯吗？哇，防这么好，哎呀，能喷哦，前跳轻拳，我知，你咁地面绝对打硬啊嘛，挡住打唔翻嘛，猫猫地咯。他听得懂中文，他有个朋友听得懂。什么大口什么时候来熊猫的？我操，他来了一年半了。你在你是火星来的吗？这位兄台，这个嘎宾俊。你是火星来的吗？是啊，是啊，大口都说你是不是火星来的，他说老子在熊猫一年半，你他妈问我大口什么时候来熊猫的。是啊，打得不错，打得不错。好，之前我记得前两天我问大口巴铁什么水平，然后大口说一般般啦，中等水平啦，赢不了我。哎，打？难道我说打不过一森啊？我说这句话没有资格吗？打不过首领啦，我没有说赢不了首领啊。我觉得是，然后首领跟一森都惨被吊打。先第一天赢了，好，一森赢了是侥幸的，侥幸的。好配合，好配合。北海果然是中巴友谊大使啊。哇，逆向，哦，我怎么见他那个 AB 好像 A 慢了 ，AB 慢了，发声好像用不好。好，这个确认还不错哦。我应该怎么要这么连啊？我也不知道，应该葵花打上去吧。连我一个玩街霸五的都看出来那连招有问题啊。对 ，actor 演员啊。哇！我用光飞呀！哇，那个导师已经戳了升龙了，但那个猫王的跳轻拳，一拳还是打在了导师头上，这么快了，我也没想到。把别人给你送竹子啊，还不感谢一下？夏天记得多喝水，不是大姨妈来了才要多喝水吗？那名字有问题。他妈的，你又叫大姨妈来了多喝水？你有大姨妈吗？没有没有，大姨妈来了才要多喝水。哇！强行六九啊，等一下，是强行六九吗？好，居然抓萧峰，这么没有素质。我每年的女花，还要抓 EX 的萧峰，对他可能打八神打得很少。是啊，这一下应该轻脚包或者啊田重拳。对啊对啊，但你们应该知道，中国人对八神还是很执着的，中国人对八神这个角色非常执着。哇，这神龙好疼啊！我怎么打在那个？哦，对，好像说不是火舞只有900血。他刚才，哇，这个神之 EX 萧峰直接抢过来啊！这是打判定吗？哇，这明显就是在，我怎么感觉在打98呀？这是在打98吗？那个后百合泽啊，感觉有点像在打98、啊。北宅打嘎包。应该是想追他 AB 本来的，对，而且他必杀也很好，顺便逃跑了必杀起来。仔哥，这件你们要看实力六九吗？啊，看六九，看六九。好，肥还要控制一下比分啊。好，不过不要像那个上海啊，控下挂着，那就不太好了。都看弹幕。对，当酒吧玩了直播，所以说中国人玩酒吧还是，所以特别喜欢用八神庵啊。哇，这重拳还是依然这么过分。中国最强的八神是谁？告诉我，不用说了，肯定是小黑才怪。
其实酒吧最强的八神是谁啊？是小黑吗？还是导师啊？你们告诉我，最强的酒吧八神是谁？是小黑还是小黑？咱来一下，反正肯定不会是大口啊。哎，我大口的八神好像也蛮厉害的。我刚那一下很漂亮，只是十次把这个系统给打。肥孩是吗？黑皮，我操，关黑皮什么事啊？黑皮不是最强？这是你包皮。我包皮，他说是真七加色灰灰。不是，整个是草。灰灰不是玩神乐的吗？你当我是逗逼吗？酒吧最强的八神是谁？告诉我。我操，成龙都来了，老二，妈的，成龙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用八神啊？请你大声告诉我，道哥，我操，阿国何池，你知道 KO 中轻轻的踢上？对对，我承认大门最厉害的是小黑啊 ，KO 中。但是前两天好像陈文俊的大门也很厉害，陈文俊的大门也很厉害。系啊，我也是看傻眼了。肥岛的八神被翻盘了两三次啊，不是开玩笑，我当时以为稳吃的芜湖大司马是谁。其实说老实话，虽然自家人不方便称赞自家人，其实那个大口的八神也还行啊。你们都被大口的那个草地精欺骗了，其实他草地精没有他的八神玩的好，说实话。什么中奖没有出来？好，哇，好，他妈肥孩，好肥孩在那秀一下单手，右手还要撸一下，摸一下鼻子，赖的，大头，竟然没有人说波局，对对对，我也觉得真的没有人说波局啊，没有人说波局，刚把肉中的，只是还行，红，好，为了友谊六九一下吧。八铁有人最怕八神，可能他打八神打得很少，没有怎么打过厉害八神。宇宙第一草不是开玩笑的，不过他来中国多练习几次就知道了。哇，他好敢掏下面啊！哇哇哇！好，肥孩一下系冇挡。导师果然是个演员啊，果然是个演员，演得不错。系好好啦，系。好，我看见隔壁弹幕说飞机仔最厉害，好多谢称赞啊，飞机仔肯定是最厉害的。刚那一下是跟街霸一不起一样，拉前拉后也是中。我刚中了脸，中了脸色我就发现了。操大口，呵呵，对对对，大口大口操超大口。宇宙第一二 C 草，没错。这人的二 C 比你厉害吧。好，演得漂亮，哇！好，导师说我要演一个六九的，然后好，好，导师说我要演一下，发不了了，哎，没了，导师说演不下去。Good games, good games。你想怎么样 ？One more。好，你 finish。我演一下，快点，快点。Oh, you want to finish this? Do you want to give me first hotel? Okay. Two more. Maybe more games. Yeah. Thank you.